不行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毛衣，这衣服是不是打结了？这个毛衣坏掉了，这毛衣是不是有打结？哎呦！来，它很高，超出边框。哦，靴子，靴子，靴子就有冬天感觉，有。哇哦！哇，裤子要穿，裤子太短了吧？这个，哇，不行啊！冬天呢？哎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毛衣，这衣服是不是打结了？这毛衣坏掉了，毛衣是不是有打结？好高哦！哇塞，好高啊！不是，陈婷，你多高？79公分。哇塞！我跟你讲，现在你多高？187，只有你比他高。嗯，如果你今天没来，我们全军覆没。对啊，我也是。天哪！我站起来比例都比他差哎。嗯，他再减10公分也比我高啊。哈哈哈！哎，讨论吧。刚刚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他已经超过他的腰在他在森达的胸口，他的腰在森达的胸口。算了。请问您的三围是？31、28、36。您现在是外拍模跟直播组，对，你跟朋友出去玩会穿这样？对啊，都是平常冬天都是这样穿。太好玩了，出去玩穿这样太好玩了。你平常都去哪里玩？冬天这不是夏天的衣服吗？这还蛮热的，其实，因为它毛料还蛮厚的。的确，是真的，对，这样就是你一走出来，我们都热。我也希望你们都热，热，有，你们热我就热。又怎么了，钟明哥？你又怎么了？钟明哥，你怎么腿夹起来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不是啦，我是说，如果像这种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如果我老婆跟着我一起出去看到这个的话，我们是热了，但是我怕她心冷了。老婆。每个女人都有不同方位的美感，对呀，不能这样讲。像我们看到她，我们觉得，嗯，我们老婆还是很美，但是你很正，是不是？陈婷有外国血统吗？没有哎，我就是长得就是这样。你的眼睛大，对，人轮廓非常深，都不是，我就是轮廓比较深。天生丽质，哪里人？哪里人？你的人。这一招太强大了，随口说，很认真回答。刚阿翔肋骨裂一颗，裂一颗，骨裂。OK， 不是你穿比基尼逛台北大街啊？啊，就是那种很多内衣，它是其实是可以外穿。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你再搭一件那个短袖外套，它其实就是这边就可以开，时尚就可以逛街。可以可以，不要用色情的眼光看。不是，我以为说你是连外套都没了，如果有穿外套还好，对不对？会稍微搭。对嘛，那还让中间可以出来，对对对。一定要出来 ，OK， 那个不出来谁出来？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很活泼哎，他每回答一句，身体都在动。只是从他出来到现在，他一直都在动，那无感，奔放。我很难好好站着。没关系，我认真一点。不会不会，好灭。也是搭配合你嘛，搭配合你对啊。他是需要哪个配合？我问你啊，就你以前很胖，你胖到什么程度？我以前最胖有胖到72。然后后来卡在66公斤，卡很久，对对，其实那个才两三年前而已。哎，你那时候真的跟现在差很多。但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漂亮，我觉得我是胖子界的林志玲。哎，没有，我们不觉得，不是，因为是你现在变这样。对，如果说你今天这样来，你还是美女，还是美女。就是说你怎么瘦下来的？我其实就是晚餐提早吃，然后戒掉宵夜。真的宵夜啊，我几乎不太熬夜了啊，我大概就是11、12点就会昏倒，然后早上8点起来。哇，就11、12点这样健康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倒了，时间到了。没电了，机器人。哎，不过这样很好哎，这样我跟你讲，健康。如果你我是健康的，不会漂亮哦，对，这样不会老。嗯，但不吃宵夜跟早餐吃的早真的有差，差非常差很多。然后不要喝酒。嗯，对，我有戒掉酒。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不喝酒，我跟你讲，差太多了。少喝很多。你大概5点多6点吃完晚餐，然后你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吃早餐，你不会太胖的。是。可你高哦，179，就是179，女生是不是很难找到男朋友？对啊，不敢追。对，这个会困扰。其实不会耶。你可以接受到多矮的？我有教过172公分。我也还是比你更高，对啊，差不多就是立冬这种。哦，我173.5，足足高了1.5，高了1.5。
是有你会在乎高吧？你不会在乎对方的高啊？我在乎的是别的，不是高。哦，别的。我在乎看不到的地方。哦，是是膝盖啊。那可是别的高，可是就是说像你这样，就是一般的男生是有点不敢去追你，会不会？其实喜欢追我的都是腿控。哦，就是特定的，他们不会建议我出去还穿不穿高跟鞋，他们反而更爱，比例更好。你穿个夹脚拖，他们就爱死了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你穿夹脚拖还是够高啊。对，我今天本来要穿高跟鞋，就有被制作单位阻止。对，因为你穿高跟鞋来，我们做节目就很累。请问一下，他说你们要抬头，你们要抬头，很辛苦，好不好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比较稳重的啦，老实的啦，对，稳重老实啊，稳重老实。你的样子是很老实的，王宗明，王宗明这样就非常老实。因为我非常活泼，然后我很喜欢让那种憨厚的，就是害羞那种感觉。刺激他，就是钟平哥或钟平哥，钟平哥这种，就是钟平哥，钟平哥。不是，我是玩家。我怕他等一下会心脏暴毙，因为他刚刚有那个热舞，就是对他已经快要疯掉了，血管已经快不行了。他等一下再离开的时候，他是长头发。被刺激到流程一夜一个小时内长出来，长出来。你认识这两位吗？这两位吗？嗯，有知道。哎，谢谢。你对他们的印象是怎么样？知道他们的长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讲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直接，你就最直接的。有点直球，直球，没有点猥琐，猥琐，猥琐是猥琐欲。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哪一位比较猥琐？谁比较猥琐？他看起来就有点，就是像老鼠那样猥琐，就是这种。老鼠，就是有那个猪猪高调与你鼠王的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对，就猪猪猪的那种 feel。对对对，猪。他的讲话直接啊。猪猪到。哎。好了，张艺东的最新玩笑就啾啾。我是不是要自己找门离开了？不会，好不好？太正义了，对啊，起码也还行。开一下冷气的。那知道阿翔吗？电视笑冠军，你知道？知道啊。长得帅，像老鼠吗？帅，嗯，感觉你本人好瘦，我都不敢这样子。公主抱转，逆转抱起来，我觉得我可以。抱抱看，抱抱。不是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太瘦，太瘦，抱抱看，真的抱吗？不是，真的。我觉得我应该抱动你。不行啊，你小心自己的衣服哦，小心，你小心，你不行，干什么小心？哎呦，好轻哦，王哥你，小哥。抱起来了，哈哈，怎么角色对调？对啊，力气蛮大的，我都热了，哇，我也热了，尴尬啊，热，尴尬，有这么好的福利，从今天开始，人瘦真好，我要绝食，我要瘦成那样，下次要，哎，我不信你暴动，对啊，厉害，搭讪了，谢谢，请坐，谢谢。